就是吃醋了，你要不要也尝尝？不要。后续的合作我会让法务再跟进一下。故在我们合作之前，我还有一个请求，你的女朋友能不能借给我？这种要求？放心吧，我只是想借她两天，在美国一个歌舞中心，想做中国武术文化主题展。我想请你拍一个短片，就在苏家武馆。女侠，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？你是说拍电影吗？但我不会表演。放心吧，我有专业的团队，你只要展现出几个动作就好。那好吧。我爸说了，弘扬中国武术文化，我辈义不容辞。谢谢我的女侠，到时候见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小哥怎么着急了？爸爸说的。今天可实在太刺激了，我实在没有想到威廉居然是 SC 的总裁。怎么样，你女朋友厉害吧？不仅帮你搞定了商务合作，还有人请我拍电影。说吧，要怎么感谢我啊？守着你，不让你再乱跑。说得好，继续保持。哎，对了，你拍过短片吗？我没有什么经验，我怕到时候出乱子，你会不会陪着我啊？我又不是导演，陪你干嘛？哎呦，谁家老醋倒了呀？怎么一股酸味啊？酸得很。真酸。对，我就是吃醋了。你要不要也尝尝？不要。白总，这是 SC 集团发过来的合作意向书，顾总让你看一下。这么快啊？我记得威廉先生说下周才能反馈呢。我猜是因为苏静静，听说他俩之前就认识，这个威廉先生呢特别喜欢武术，要说呢这个苏静静还真是顾总的福星呢。你可以出去了。好的，白总，我先出去了。来，我们化妆，开始补妆了啊！这整块调动一定要拿好，知道吗？放心。好，来那个没有全景，帮我们找一下小松树什么的啊！我一紧张，我口渴，加油！导演，你看我女儿还可以吧？做演员，很有灵性。她随我呢，赶紧给演员补妆。好呀，对，看出来了。好了，威廉，今天怎么会这么多人啊？别紧张，今天我们拍几个打的镜头。好。哎，老威啊，走，出去玩会去。走走走走，潘老师。我们的外景你开始准备了，我去看一下。我出去看一下就好。我是谁出来的？你等一下可以试一下。我是文艺妈妈来的。